OK， 早上，哇，今天蛮热的要死，地面温度应该都超过40度了。在这跑，今天早上是跑到674，跑到21.9的，轮胎一下就过载了，超级累。不过刚刚来了几个小车友，还不错哦，蛮好玩的。OK， TC13。说遵循路线吗？难哦。小朋友在那边太危险，不能开快。公司哦，终于啊！抱歉抱歉，你的车子还能可以动吗？还可以动。OK， 好强壮。我刚刚换了电池。你带了几个电池来啊？两个。两个，你可以跑这么久啊？两个。那你的车子很省电啊。
要从里面钻。我要过来喽。嗯 ，OK， 谢谢你。慢慢练习啊。哦，我从里面钻过去。你那个车是用来爬山跟越野的啦。太远了哦。OK， 小朋友要到摔跤上面去，看我选择要怎么做，小心。小朋友离开赛道了，我们可以继续冲。把车子救回来了。哦，谢谢你让开。还能动吗？哦。Hello。Hello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好险哦！你要去救他吗？哇，二十一。哦，你的车在哦，看到了。是蓝色的。
啊。他们是一样大吗？这我的有一台可以载货，这么大、啊？有一台小货车。我还有一台真车的。嘟嘟车，它灯会亮吗？灯会亮。啊！救他！救他！小心哦，我会开慢一点。哦，所以6200电池，这样子开到21秒，勉勉强强。